请假，请假阿姨。那其实我在刚刚在想，我是真的非常荣幸哦。其实在学校念书，后来我们组刚成立的时候，也有机会，那时候当一下顾问哦，到会馆处帮一下忙。那之后来来去去，其实也是在书里面，算混了很久了、哦、那有人常常说，张某某，你最近退休以后都在做什么？我说我现在是休而不退，啊，继续在当环保志工，其实还在学校努力哦。那这些部分其实就是说，跟大家一起打拼，是真的非常快乐的这个事情。那当然，刚刚我们张处长或是大家看到我们同仁们大家努力的这个成果，实际上是受到我们国内以外、国际上很好的肯定哦。当然，这个我们也不要自己夸奖自己，但是实际上还有很多我们大家需要一起努力的部分。我想这些部分有时候，有空回到署里面，我都也会跟我们署里面的，现在正在作战的，这个同仁们，大家互相勉励一下，说我们，为了我们的这个环境，我们需要大家在一起打拼。那这个是，最高兴的这个事情。我想还是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我们环保署署庆。环保署的业务推展的能够更好，我们的环境能够更美丽，因为有你，所以环境永续。环保署32周年的这个署庆，大家署庆快乐。那环保署的同仁其实都非常的优秀，非常的认真，那也祝大家都非常工作愉快，为我们这一块土地继续努力，大家加油。